上课。起立。老师你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在前几天呀，我们认识了一些图形，请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图形。正方形。哪位同学能上来指一指这个正方形的周长在哪里？好，你来。正方形的周长在它的这个边。围绕着这个图形的一圈，是吗？哎，好的，谢谢，请回。你们同意他的讲法吗？同意。哎，那这个正方形的周长该怎么求呢？这位男同学，用它的正方形的四条边乘以四，一个边乘以四，边长乘四。请坐。还有不同的解法吗？除了那边长乘以四可以求出周长，咱们还能怎么样求出它的周长？你来说。还能把四条边加起来就可以求出它的周长了。请坐。说得特别好。周长啊，就还咱们还可以把它的四条边长度加起来，真好。如果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一厘米，你们说它的周长会是多少？4厘米。哎，那一个正方形的周长是四厘米，那两个正方形的周长会是多少厘米？8厘米。6厘米。哎，有人说六，有人说八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这是一个，这也是一个。我要想把它拼成一个图形，谁来帮我拼一拼？你来，咱们再找个同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也来，你拼你的。哎，好。那我自己再移。他来移，你就移这两个吧。好嘞。好，请你再拉一个图形出来拼。还有人想拼吗？还有人想拼，你也来。我得用两个正方形拼成一个图形。一样嘞。不一样的。就在你那上面拼。你再观察看看，黑板上有没有了？有没有跟你拼的一样的了？咱得拼不一样的。有。你能拼出不一样吗？请回。我再找一个同学来拼一拼，用两个正方形组成一个图形，跟上面不一样的。好，请你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请回。现在啊，我们来看看咱们班同学用两个正方形组成了三种图形，横着的、竖着的，还有一个这样的，对吧？哎，在咱们数学里啊，请同学们注意了，当我们说用两个图形组成一个图形的时候呀，必须要有一个边重合才能算。这个图形只有一个点，所以啊，在咱们数学里面呢，这就不算组成图形了。好了，那咱们来看一看，
用两个正方形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图形？长方形。那刚才有同学说呀，两个正方形围成图形的周长可能是8厘米，也有可能呀是6厘米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几厘米。看，咱们数一数，一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几厘米呀？6厘米。哎，那这个咱们不数了，你能知道是几厘米吗？6厘米。对的，用两个正方形拼成了一个图形，这个图形的周长是6厘米。那如果老师现在给你6个正方形，你能拼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呢？请看，在你们的座位上，老师课前已经发了6个正方形。咱们呢，等一会儿在桌子上用这6个正方形组成一个图形，然后呀，你们用你们的平板拍图发给我。现在动手试一试吧。还能拼出跟人不一样的吗？想一想。好，拍一个就行了啊。嗯，好，嗯，你是想这样是吗？好，不一样的，摆的跟他们不同，行不行？对，拼的不同一点。不错，已经有不少同学拍完提交给我们了。还没拍完的请抓紧。就拍一个。嗯，这样。好了，现在呀请放好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。哇，有竖着的，横着的，嗯，看，还有长成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哎，同学们的想法真不错。现在咱们能不能指一指你拼的图形的周长？我来选一个看一看。来，哪个同学来指一指这个图形的周长在哪里？来，请你上来。对吗？对。那咱们再来一遍，你一边指，下面同学一边数，咱们看看这个边长为1厘米的小正方形，六个组成的图形，它的周长是多少啊？你慢一点，你一边比划，他们一边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它的周长是多少？10厘米。哎，很好，请回。好了，
下面呀，再请同学们把你画的图形周长用小手指一指，然后把它的周长选出来告诉我。对，好，真棒！哎，完成的真快。好，同学们基本上都提交了，咱们来看一看。哇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选 B 好多。啊，你来说。选 B 的人数最多。选 B 的最多是吗？好的，请坐。这位女同学。选 B 的人数最多。选 B 的同学最多，请坐。那咱们再来看一看，你从你们的选择里面能看出来咱们拼的周长最长是几厘米吗？仔细看一下，这位女同学啊，14厘米。那最短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了。哪位同学还记得？请坐。嗯，你来说。最短是10厘米。10厘米，请坐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样拼，我们能拼出周长是多少的图形？12。是。这样拼呢？14。多少？14厘米。好的，这样拼呢？10厘米。哎，同学们仔细看一看，咱们呀。都是用六个正方形，同样的六个正方形去拼的图形，可是却能组成周长不同的图形出来。现在呢，我给你们不同的正方形，请看，又组成了两个图形，咱们猜一猜，这两个图形的周长，哪个大，哪个小？请坐，还有想法吗？你来。一样的。一样的，还有想法吗？你来说。一样的。一样的，是吗？好的，请坐。那咱们同学们说一说，我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求出这两个图形的周长呢？你来说说看。数一数，好，你来说，怎么数？第一个，从这个，左上角，从第一个红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5，这边咱们再数一数，是吗？你想要的是这个，5和6加在一起再乘2。好嘞，这样我们就能求出它的周长了。好，那用它的方法，这边这个咱们行吗？行。行，好嘞，你们来说。第一条线段长度是5。好，这边6。好的，3、2、4。怎么样就能求出它的周长了？加起来。好，听你们的。这加4不行。
这是同学们的想法，对吗？哎，好了，用这种方法咱们能求出周长，还有别的方法能求吗？来，请你来说一说。我们可以用平移法。你上来试一试。你把这条线移到这边来。那你就移一移。能说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呢？嗯，感觉这样更简便一点。这样子更简便，清辉。还有同学同意他的想法吗？这样子能不能求出这个图形的周长？能。哎，就像他说的一样，咱们把刚才一个不规则的图形通过呀，哎，给它这样移了一下，变成了一个规则的图形。哎，把不规则的图形变成规则的图形，这是数学中一个很棒的想法。你真是一个肯动脑筋的小朋友。现在咱们能求出它的周长了吗？能。啊，真好。现在我给你三个图形，谁能说说看它们的周长是什么样的？这位男同学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请坐。那像如果让你们再来试一试，你会选择用哪种方法来求周长？你来说。我会用平移法。平移法，再者。还有谁？嗯，如果是你，你用什么方法？小女孩，请坐。你们都会选择平移法吗？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平移法把这个不规则的图形变成了规则的图形，也就是长方形。这样我们的周长就更好求了。太棒了，来，你把它们从不规则的都变为规则吧。把这边的线呢移到这边来，这个一样的，把这边移到这，把这条线段移上去。要先都要移上去，这条线段也要移上去，这条线段也移上去，这样就成了规则的长方形。这样子一移就怎么了呀？就都变成了长方形。哇，我们的计算求周长是不是一下子就简便了？是。哎，太好了，真不错。现在呀，咱们同学们又学会了一种方法，咱们不规则的图形怎么求周长，就是把它从不规则的想办法变成规则的图形。现在我没有图形给你，只告诉你一个周长，你能在你的方格纸上画出周长是20厘米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吗？动手试一试，拍照发给我。
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做的怎么样。哎，看来同学们画出了很多很多呀，谁能来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？来，他讲到了个关键点，请坐。要想画出长方形，咱们得要抓住哪个重点呀？咱们要能画出周长是20厘米的图形，首先咱们得要求出什么？你来说。求出长加宽等于10。哎，他特别善动脑筋，周长是20厘米，他就想到了得要长和宽的和是10厘米才行，对吗？好，请坐。那现在长和宽的和是10厘米，有哪些情况呢？你会怎么选择？我来请个同学上来拖一拖。你来。再找个男同学，你也来。继续。两位同学请回。哎，有同学举手有想说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刚刚那个男同学的第二个错了。错在哪呢？他写的长是1厘米，宽是9厘米，长不能比宽少。那咱们应该怎么改一改？长是9厘米，宽是1厘米。你来帮帮他。请回，现在正确了吗？正确了。啊，看看咱们同学们通过合作找出了所有的长和宽合在一起能组成是10厘米的情况。那特别强调的，咱们是最后一个，当长是5厘米，宽也是5厘米的时候，这个图形变成了什么图形？正方形。哎，是的。当长和宽一样长的时候，就组成了正方形。那现在小朋友们再动脑子想一想，有什么办法我能一口气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找出来，而且呀还不重复也不遗漏？有办法吗？你来说。把长设定为比5大的数。宽设定为比5小的数。这样子，我们如果长是9的话，宽就是1，长是8的话，宽就是2，长是7，宽就是3。
长是六，宽就是四。哎，同学们听一听，它的这种排列跟你们刚才的这种排列有什么不同？请坐。来，后面那女生说说看。在黑板上那种排列是不按顺序的，刚才那位男同学的排列是按顺序的。哎，那你们觉得哪种方法更好一些？男同学的是吗？请坐。所以啊，在咱们的排列中，如果是有顺序的话的排列就会更加的清晰，也不会重复，也不会遗漏。谁再上来帮个忙，把咱们的长和宽变得清晰一点，有顺序一点，然后咱们更明清楚的看到。咱再找两个同学，来，这位女同学请上来，这位男同学你俩一起合作，咱们把这个无序的变成有顺序。请回，怎么样？现在看上去跟刚才比有什么不一样了？你来说。比刚才更清晰一点。更清晰了，真棒！哪个同学再说说？你来。很有顺序。更有顺序了，哎，请坐。现在咱们学会了这种有序的排列方法了吗？学会了。同学们想一想，要想拼成周长是20厘米的图形，咱们这是长方形、正方形，还能不能拼成其他的图形？可以。那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，就能组成一个周长是20厘米的任意图形？试一试，你来说。一边的边长加起来有10。请坐，任意图形不局限于长方形和正方形。同桌两个讨论一下。好，讨论出结果了，请举手。你来说。对呀，别忘了咱们周长的本质，只要把这个任意图形的所有的边的长度加在一起，它的总和只要是20厘米，咱们就可以了，对吗？对。请坐。下面咱们来玩组游戏，你能找出这个游戏中符合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个条件的吗？两个同学来比一比，谁愿意挑战一下？那位男生来，谁愿意试一试？找一个没上来过的。好，就你。啊，好，上来。好嘞，男生组和女生组的对决嘛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嘞，咱们一起来，3、2、1。开始 ，请回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两个同学角逐出来了，请看这边，
是不是他们的所有的数字之和都是二十？是。哎，看来啊，刚才是男生组赢还是女生组赢？男生组。咱们的图形刚才讲了正方形，还讲了不规则的图形，同学们还想到了，只要是边组成是二十厘米的图形，它的周长都是不变的。那现在请看，如果我给你这样两个图形，你有什么办法求出它们的周长呢？你来说。就是把折的线条画为直的线条。折的线条画为直的线条，再具体的说一说，咱们可以怎么办？怎么叫把折的线条变为直的线条？好，你来说一说。就是我们可以拿一条线把它圈起来，把多余的剪掉，放在尺子上量一量，这样子就能得出它的周长。拿一根线，你指的是哪一个图形？笑脸，拿根绳子把笑脸圈起来，再把它解开拉直，是吗？好，咱们就是平面的，回家可以动手试试操作看看，再把它解开拉直，站在放在尺子上量一量，请坐。这样能求出笑脸的周长，五角星的周长有没有同学有办法？想想看，你来说。可以把它拉成正方形。拉成正方形。它可以这样子把它拉成正方形，但是正方形然后用尺子量一量。清楚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凡是用一条线，三角形一整个围起来，多余的部分剪掉，然后再拉直，在尺子上量一量，就能求出三角形的。请坐，还有吗？你还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可以先量出一条边的长度，再以我们求出来的长度乘以它的边数，就等于它的周长。哎呀，真是好主意，请坐。刚才呢，已经有几个同学提了他们的想法。其实呀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肯定还有很多想法。来，咱们小组的前后或同桌的同学讨论一下，说一说看，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求出这两个图形的周长？对，哎，你可以转过去跟他们讨论。对，这样转，转过来。这种，嗨，你可以跟他讨论。你俩站一块商量一下，还有没有办法？还有没有办法？可以啊。好了，我们来听听看，有同学有想法，但不是敢说，别怕。你来。你来，我这是个神奇的五角星，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想法。好，你来，我帮你。看我俩合作的好默契。
最后一根，我们看看往哪边加合适啊。哎，现在我们把一个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，现在能测量出来了吗？能。哎，真棒。好了，请回。现在呀，咱们把一个曲线的图形变成了一个直线，我们能不能求出它们的周长了？能。哎呀，同学们说的真棒。我们看一看这一节课，咱们先用六个不同的正方形拼成了周长不同的图形，然后呢，咱们呢还求出了不同形状的图形，有可能它的周长是相等的。同样周长的图形，有可能它还有很多种不同图形的样子，还学会了这个曲线的不规则的图形怎么去求周长。下面说说看，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？图形的什么？周长。哎，如何求图形的周长？请坐。你有什么收获？这节课你们告诉了我很多求图形周长的方法。嗯，真不错。请坐。还有吗？你有什么收获？我收获了可以把所有的什么那些图形给求出它的周长，图形都能有办法求周长，哎，真好。你呢？我还知道了，用六个小正方形可以拼成不同的图形，而且还能求出它的周长，有可能一样，也有可能不一样。说的真好。周长是多少？这个深奥的问题在同学们的活动中一个一个的给击破了，同学们学得真棒。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辛苦了。